相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段旭明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的新专辑里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，叫《爱不需要时间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写一见钟情的故事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一段经历，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一刹那的时候，喜欢上他的那种心跳。所以爱可能没有办法用时间计算，那一刹那你就喜欢上了对方。所以有共鸣的朋友可以，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，爱不需要时间。此时的一刻胜过天上的十年，你把我的生活改变，你让我天天将你想念，你让我爱上了你，可你又消失在我眼前，我能感觉到向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段旭明，旭。一上网就听音乐，银河网络电台 iWant Radio。 一望到九天。